这件事情为什么大家骂烦？是因为你讲了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可是现在留下来的是两个未亡人呢。当林月云说：“哎，这个邱先生跟我在一起不是22年哦，其实是31年。”哎，那个侯世宏的太太终于忍不住，直接投书报纸说林月云既贱又耻。艺人啊，林月云跟女儿侯佩岑。这个几天前啊上了中国的综艺节目，那提到说他自己当人家小三的时候的过往，那母女俩呢还相拥哭成一团啊，可是呢舆论依然骂声一片哦，美兄厉害是关键时刻，好，那么认为啊说当年被介入婚姻的两位原配啊都没有出声，那这位小三。却又在别人的伤口撒盐，来赚取高额的通告费。好，那其实母女两个人相拥忏悔的画面，那其实这个侯佩岑还说，妈妈啊，他对着妈妈说，他知道大人的世界并不容易，但是呢，妈妈已经尽其所能，好，让他可以感受到童年是快乐的啊。那大人的世界真的不容易，我想请教一下苦苓，即便这样讲，为什么大家还是骂声连连呢？八个字：虚伪、矫情、残忍、贪婪。哦，对啊，我先讲前面，就说因为你们两个母女相拥痛哭，这当然是一个感人的画面。但是你在家里拥，在家里哭，没有话说。你跑到全世界的观众面前去拥抱、去哭泣，这个画面其实是假的。也就是我们讲实境秀、实境秀、实境秀这三个字就有问题。因为你就是一个秀嘛。任何人有在摄影机在拍你的时候，跟没有摄影机在拍你的时候，讲话不一样的。譬如我们现在私下讲，如果我们两个在厕所碰到在讲这件事，看啊，都 gay bye 没，可是我们在这里不能这样讲，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别人对我们的观感。因此，包括什么很多人喜欢看什么到美国离婚去啊那些东西，当有摄影机在拍的时候，你们所表现的那些爱恨情仇恩怨那些，其实都是假的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大家把这件事情当作真的，真的是这样，然后为他们感到难过，为他们感到同情。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一场表演，这本身就是非常的虚伪。哦，是呀，这个站在侯佩岑的立场，其实是确实没什么好埋怨，因为他的生父啊，这个侯世宏啊，对他很好，虽然一波抓林月云，但是呢，他让侯佩岑姓侯哦。那这个也答应让，本来是答应让，答应让这个侯佩岑认祖归宗哈。那这个侯世宏后来没有娶林月云啊，他把林月云介绍给邱家雄认识。邱家雄呢照顾了朋友的小三，不过高不雅变家己的，连襟叫狗啊，丢。然后呢，也把这个。侯世宏的好朋友的女儿，也就是侯佩岑，当成自己的女儿在照顾了哈。站在一个女生的角度啊，这个盛美，你怎么看这个事？其实我很讶异，就是说为什么侯佩岑要把她的妈妈推上火线？因为这件事情一定会被大家骂翻。侯佩岑其实三不五时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都会说他很谢谢他的妈妈。因为他的妈妈让他有快乐的童年，可是各位不要忘了，他快乐的童年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而且侯佩岑，你们大家会觉得，哎呀，他就是跟着妈妈然后单亲家庭，不是哦，侯佩岑从生下来爸爸没有缺席，各位，他是侯世宏的女儿，侯世宏跟林月云谈恋爱的时候，当时可是大家都知道的，林月云当时还是个演员，侯世宏其实照顾林月云一段时间，那林月云发现侯世宏也不可能离婚来娶她，所以林月云有一段时间她是根本就辞掉演员的工作，然后专心带侯佩岑。那我问你们，问大家，谁去照顾这一对母女，她经济来源在哪里？所以侯世宏在这前面几年是很照顾他们母女，而且让他的女儿姓侯，对不对？那之后
介绍了邱家雄，邱家雄有31年的时间是跟林月云以及侯佩岑生活在一起。那我问各位，侯世宏的小孩，他会觉得他的爸爸也缺席啦。那再反观邱家雄的小孩，邱家雄的小孩多可怜呐、啊！等于从成长到长大，邱家雄有4个小孩，而且跟父亲关系一直很不好。可是反观邱家雄跟侯佩岑的关系非常好。侯佩岑出嫁的时候牵扯的是爸爸，他的爸爸是谁？是邱家雄。那你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大家骂翻？是因为你讲了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可是现在留下来的是两个未亡人呢。因为侯世宏过世了，邱家雄不在了。那这两个未亡人最可怜是蔡桂照，各位知道吗？蔡桂照是台湾蔡家的长女，大家知道她的背景嘛？哈，她是长女。她好像是不是蔡万春的长女？对的，长女哦。那结婚之后呢？邱家雄的公司这些资金其实是来自蔡桂照的，她一路爱她的老公，欣赏她的老公，就崇拜她的老公，所以老公的事业做得非常好。后来这30几年时间，她都不在家里生活，蔡桂照每一年都到庙里面去点灯帮老公祈福，做到这种地步了。啊，最后等到的是什么？就3个字啊，未亡人。这辈子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大家会气？然后，因为两个原配哦，他们处理的方式不同。蔡桂照就是不断的念佛，告诉自己老公总会回来，老公最后回来已经就是好一个棺材了。可是反观侯世宏的太太不是这样的，忍了很久之后呢，当林月云说：“哎，这个邱先生跟我在一起不是22年哦，其实是31年。”哎，那个侯世宏的太太终于忍不住，直接投书报纸说林月云既贱又耻。不是我说的既贱又耻，无耻的耻，下贱的贱，无耻的耻，这不是我说的。这个原配的经典语录他怎么讲？他意思是说，你这个人既贱又耻，你怎么能高调在媒体上谈论你的爱情？你知道吗？你的爱情建立在多少人的眼泪之下。然后他接下来讲，他说侯佩岑是个可爱的孩子，我希望他继承的是你的聪明而不是其他。意思是说不希望女儿继承了妈妈的 DNA。 哇，这个原配那个当年这个语录大家都觉得就是忍不住想给他按赞。其实我们小时候看过一个节目叫《爱的进行式》，对、他在里面形象多好啊，林月云，那时候就是国民好妈妈哎，好太太呢。但是所以很多妇女都知道她是小三的时候，整个她的形象完全破灭。所以 maybe 像辛西亚讲的，反正我都被骂那么多年了。可是其实她过去是低调的啊。那就是你很难去理解。我觉得这一段可能也不是刻意要去。他 maybe 就真的是真情流露嘛，只是说你流露完之后，你可以跟制作单位说这段请剪掉，可以吗？我可以少拿钱没有关系。那可能没有意识到说这会造成这么大的哈，就是你我们他又否认说他只拿6500万哦，这不是这个钱这样，但是是多少钱已经不是重点，重点是很多人会觉得说你得了便宜还卖乖，你为什么要这么高调？可是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因为我觉得说第一点哦，当然我们都讲啊林月云很坏很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应该出在邱家雄身上吧。难道男方不用负一点点的责任吗？这个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啊！是啊，所以你一直骂林月云，但我不是说替林月云讲话，我是讲说这种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的。而且你看，你邱家雄，你跟蔡桂照不愿意离婚，你索性搬去跟林月云住。60年的婚姻里面，有32年直接跟林月云住。那大家想想看，为什么林月云敢出来讲说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甚至后来在节目上公开啊哭啊什么？那他跟邱家雄生活32年，在南部。他出去人家会叫什么？哎，大嫂、董娘，只差没有那张证书而已。然后一切生活就像一般的正常家庭一样，在林月云心里面，那有没有那样子不重要，你就是我老公嘛。我们就是一家人，他们的生活就是一个家庭的生活，就只是没有这样子而已。所以我觉得说林月云可能在他心里说，第一个啊，小三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全世界那么多小三 ，Why not？ 第二点，邱家雄跟我在一起生活32年了，他就是我老公啊。不是啊，志伟的意思其实应该是讲，就是说，就像你说的，
你都已经立这样的安，搁出门拢搁叫董娘，你根本就是如夫人嘛，大家都忘了蔡桂照的存在嘛，那你都已经占了便宜，你在这么多年之后，秋千都走了，你何必要这么高调去谈这一段？所以你知道吗？其实最讽刺的是什么？其实这几天，其实大家除了把侯世宏这个制作人他的太太曾经呢投书媒体的内容又再讲一次，其实很不堪，以外。又呢，把其实两年前那时候邱家雄已经离开了，因为呢，其实蔡桂照女士往生了，对，往生了。其实这个蔡桂照女士她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会到西门町有一个妈祖供奉妈祖，比如去点蜡烛去拜拜。其实你知道记者给六的时阵，就是要再问他，就是说，可能李月云的事情或干嘛，因为他们可能要做一个专题，你知道。最受委屈、受尽委屈，然后被每天这样青灯半古佛这样子，是他耶。可是他，你知道他怎么回记者吗？他就说：“不要卖，人都走了，不要再讲了。”人家是说人都走了。你看对应就是说，你说啊，我怎么出去，人家都干嘛？我是邱太太，你还这么高调，其实这个是最不厚道的地方。所以为什么这几天大家没办法接受你用这个方式来？不管你是无意间讲出来的啊，什么去什么心情的抒发，其实应该，我觉得大家都这么大的人，应该知道那个分寸在哪里。对啦，就是说你上节目讲妈妈跟女儿之间，跟讲那个岳母跟女婿之间，那 OK 的，就好像说他们母女一起拍广告嘛。是啊。所以代表说厂商可能也不是这么介意你过去的那个背景，那这样子不就已经很好了吗？那人家也是说过去的事情不想再提嘛。那even那时候邱家雄过世的时候，因为其实当时因为侯佩岑他在巴厘岛结婚的时候，因为他的生父。侯世宏已经过世了，所以侯世宏过世的时候，那个侯佩岑是有趣的，差别是在于他是他亲生的爸爸，而且其实侯世宏的太太原配是有认让侯佩岑那个认祖归宗，所以他是姓侯嘛，所以当时侯世宏过世的时候，所有媒体都去了，那个侯佩岑哭得很伤心，但是挽着他呢走红毯的是邱家雄，所以他是叫邱家雄 Papa。PAPA Papa 啦，那就包括说刚刚讲的，他去美国念书的费用全部都是这个 Papa 出的。所以你看哈，当邱家雄过世的时候，林月云跟侯佩岑是没有到场。可是我觉得他们没有到场也是顾虑那个邱家的心情，所以你不能去指责说，哎，你怎么没有来？还好，哎，就是这个哈，因为有人拿他的处境，蔡桂照这个处境跟那个电影孤味做。对照嘛，但是那个对照在里面演小三的，在里面的那个小三是非常低调到不行的。even今天他出现在原配面前，原配都还不知道他是小三，所以拿这个东西来做对照，其实是只能说，就是说这个安戏啊，按后事是原配来处理，这样就这个是一样的。所以我认为就是。你可以选择要跟不要，那既然你选择要，你就应该不可以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讲，即便你的女儿，你觉得你的女儿再怎么委屈，你怕影响到你的女婿，大家心里知道就好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观众希望得到的就是一个你林月云对人家蔡家的一个，那你也不能只讲忏悔两个字、啊，对不对？对他，其实他缺的是这个，那也不应该这么高调。坦白讲，你看他说，那我们做一些。该忏悔的事，其他的我们就不多解释了。他有做过什么忏悔的事？因为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嘛，因为他们有没有做什么？我相信应该还是有啦。就是说，我跟你说，也许这段时间之内，他们就是邱家雄跟这个林月云在一起那么多年时间里面，或多或少都还是有些互动嘛。像邱家雄那时候住院的时候，林月云去看他，邱家人看到林月云就给他一巴掌啊。那然后林月云回去之后，谁给他一巴掌？他们邱家的人，他们小孩了，就给他林月云一巴掌。林月云回去了，当然就很难过啊。然后侯佩岑还出面替妈妈据理力争一下，就是说，可能在他们这对母女心里面来讲，我们也是一个家。对，你在那边是那个家，你在我们这边，你也是一个家。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说，我在电视上这样讲，他这个邱家雄以爸爸的身份替代我去就是结婚什么之类，他会认为说这是我们，大家懂吗？我们。对，所以才会有后来这些的问题。那 H 怎么看？我的看法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成为小三有太多原因。刚刚听起来讲的是一种，
刚刚郑大哥讲那是一种，比如说抢人家的，可是你没有办法判断，不管是谁都没有办法去判断说他是为了钱，他是为了什么去断，可是结果就形成了他就是他的小三嘛，所以这个男人该负责任嘛，我们就不要去怪小三是怎样，但小三他就是必须活在阴影下的生活，对吗？然后我记得，那影片里面好像是侯佩岑结婚的时候，林月云有被访问到，就是说，那你会希望邱先生跟他的太太离婚吗？因为很快就说不用，我们尊重这个邱先生的决定，然后他要保护他所爱的人。就你换个角度想一下哦，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我们想象一下是林月云不希望邱先生离婚，或他们两个讨论过了，邱先生觉得说不要离婚，因为这样是会伤害到那个大的那个蔡小姐的话。如果说他们没有照这件事情做，而是真正离婚，然后他跟林月云结婚，这事情是不是很有可能？你来看财产分配，你来看邱先生陪伴的时间，不管怎么看，林月云其实实质上才是正宫吧？那我们看过多少政商名流，他们离了婚跟小三结婚，最后他跟小三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媒体开始拍，大家会怎么讲？天作之合啊！没有人会去讲说之前那个正宫怎么样，没有人再去讨论了。现在就是他们两个，大家可以脑子里面会跑出很多曾经有过的这样子的人，没有人再去想那个小三了。只是现在他们没有做这件事哦，这是为什么？这可能是林月云背负着小三的压力，然后跟邱先生之间讨论着说，我们就做着保护着，要不然搞不好最后那个蔡小姐连剩余的那栋房子，搞不好连那个都没有。这是有可能的，对吧？所以我觉得。我认为这件事没有那么需要去批判的重点在于说，看新闻可以讨论，可以有，但是还是要有同理心啦。你现在是在跟他们讲吗？全部的，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网红 KOL 都针对这件事情，很立刻就开炮骂嘛，因为这样绝对可以蹭流量。但我说我是原配三分之二，阮翁的财产到最后，我是一个我是邱太太没有错，可到最后三分之二的财产，如果新闻写的是对的，是对方的。是那个林月云、林月云的，然后呢，我呢，到最后你生病了，我要照顾你，多怨呐、啊！好处都被别人拿走了耶，我要这个邱太太干什么？我老实说，要是你，你要吗？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比较残忍，就是说，毕竟男的不在了，毕竟那个原配都还在嘛。那这些原配，他们更苦，他们为什么不离婚？在那个时代里面，他可能经济没有办法独立，所以他没办法离婚。然后一方面可能为了子女，他没有办法离婚，或者甚至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他没有办法离婚，所以他被迫无奈的接受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其实真正可怜的、真正辛苦的是他们嘛。那你们两个要讲你们的事也好。最起码你应该在那个时候当众向这两位原配道歉。我对不起，我带给你们的忏悔嘛。对，我带给你们伤害，我忏悔。然后你再讲你们母女怎么样。我觉得如果这一点没有做到的话，那其实就这件事情来讲，他们实在是站不住脚。那作为一个男生，假设你可以选林月云或蔡桂照这样的身份，你选哪一个？我作为男生選，不是，就说你如果是个女生啊，虽然你是个男生，那当然是选林月云啊。你也选林月云啊？因为林月云不是一个可怜的小三，林月云是一个好命的小三，他得到的待遇几乎是原配的待遇，他除了名分之外，他什么都有啊，对啊，对不对啊？你们两位只要名分，但是社会上会谴责呢，社会谴责。你妈做你妈，三天就过了啊！三天就过了、啊。你看我们今天谴责完，过三天大家又去谴责新的事情。